衣服都干了，在大勇的平台是你先开始的。我看到鱼子影片，我怀疑烂啊，我的那个导演总是这样子。那时候呢 ，Facebook 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放裸照。哇是啊，啊真的。哎呀，不要去找。他是他脸。其实这次呢，我找大家来呢，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OG， 就是 old school 的人。哎，除了我不是。哎，他算是了、啊，但是他是一开始是在媒体的，主流媒体，电视 radio， 对，才去到。所以今天找他来呢，有不一样的 perspective。你还记得你第一支影片是吧？我第一支影片就是那时我没有的参加毕业典礼，我就拿 camera， 等到全部人毕业典礼离开了，那我进去那号，就很落寞的在那边拍。就拍一个回忆这样啊，哦，很落寞、哦，有梗哎！你那时候是怎样想？为什么我一定要拍出去？你是要给自己看吗？还是给谁看？哦，我就觉得毕业了要做纪念这样子，做纪念就是拍 video， 然后那时他们的毕业典礼都没有人家帮他拍 video， 他没有去毕业典礼，他拍一个 video， 有进去那后就放一个椅子坐在中间，那空空的，给我感觉好落寞、哦。他很重视这个毕业典礼，他觉得说，可是他没有去，他没有的去，他没有的正式去。一开始第一个影片是放在 Facebook， 都有啦，都有几个都是在 Form 5的时候做那些，那时很兴那种 lip sync 的啊，就是放歌啊，然后在那边。我可以陪你去那个年代的歌啊，对对对，就是那个年代的歌哎。为什么你会想要放在 YouTube 上面？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一个平台，就放爽这样子吧。2006年就开始 YouTube， 然后我不知道怎样会看到 YouTube， 然后就看很多人在美国啦，就很有兴趣哦，就觉得哎，有一个啊平台给我们可以这样。真做很多奇怪的东西。在那时你 upload 过后，你有没有很像 share 给你的亲朋戚友看？哦，以前是用 MSN Messenger 到处 copy paste， 每一个人一个 send 啊，真的，快点去看我的新影片。讲 MSN 是什么？但是剪也是那时候你是不会剪，你自己你想要拍你就去拍了啊。剪也是自己学了，就你拍了你再去学剪啊。啊，试过啊，就有那个什么 Windows Movie Maker。很旧款的、啊，就简陋的那种。而且拍的那个相机是5MP 的相机耶，哇，那怪低给。大勇呢？大勇是为什么会接触到 YouTube 的、啊？跟他差不多，他就开始看美国的 YouTube。不是我第一支影片是转方块，是不是那个放 Techno Music？ 所以你们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吗？就是两个人都 upload video， 然后就我很早就有看 video 了，只是没有去没有主动去认识他。慢慢是谁找谁先的？我应该是我找他的。你找他是为什么那时候？我想要跟你一起玩方块。你很厉害耶！第二集影片就是两个模特方块，三个三个，我们一起来比赛吧！嘟嘟嘟。这样帮衬呢？跟大勇啊，因为他因为我跟他拍嘛，我也是跟他每天看 YouTube 嘛。我也是跟他看，可是我自己没有拍，之前我以前都没有自己拍，然后也是一直看别人的 YouTube， 看外国人啊，一直看到结果我自己也很想拍一些，拍了之后到中间一段时间，不知道你们懂就是 PewDiePie 吗？还是还是还是玩 game 吗？谁敢讲不懂我就每天看他玩 game， 每天看我自己也很想做玩 game， 然后慢慢转行了。跟我记得鱼子影片是你先开始的，皮肤都干了，在大勇的平台是你先开始的，我有看到鱼子影片。对，真的是他演的，一开始是你去演的，很小的样子。对对对对，哇，那个可以要 Q 回去哦。然后。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去他家了嘛，然后他就开始自己演那个阿瓜了，所以妈妈他换地方住，他搬去古晋，不然就继续是他演。对，你看你搬去古晋，不然今天皮肤都干了的人是你。杨红林呢？我是恐龙时代的网红。哇，他真的很早哎，他真的是早，而且我以前是在看他的那个 blog spot， 对，我以前我是写 blog 的，然后我也是。我超早认识的人有 Michio 咯，那时他还拍着那种非主流的照片，就是那种很非主流那种流行的那种。不要去找，不要去找。非主流。他是哪里？不知道怎样。你要跟我讲是哪一张？我们不要，可能找不到了，因为真的是很旧很旧，而且他的 Facebook 好像有被 hack 过之类的东西。对对对。然后过后我懂的就是大勇。因为我之前我是完全不懂 YouTube 的，我是因为看了大勇的那个中学生谈恋爱啊，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居然可以拍 YouTube， 而且还可以拍到很像电影这样子，而且很好看呢，然后我就开始有好像追求那种 YouTube 的这样子。但是你没有拍这样子的东西耶。
没有哎，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以前就是好像我是写作的嘛，出书，然后写 blog， 然后慢慢就转去 Facebook， 然后又 Instagram， 然后最后是惨到他们才玩 YouTube 的。你那一次看到大勇的时候，是他先邀请你先的是吗？没有啊，好像是我一直疯狂的留言，是啊，是我有一直 share 你的东西，然后留言哇，我要玩方块，我要玩方块，我要方块。我接触到的大勇不是玩方块的，是他已经就是算是成熟了，然后拿着底气师在拍摄了的，皮肤没有干的时候啦。啊，就是已经是拍了一个完整的作品出来了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有 share， 然后我就跑去哎玩所有的 cast， 就是啊大勇啊，然后谁啊，就是龅牙哥啊，还有阿凯啊那些，就是。我就一个一个去 at 玩他们哦，哇，很厉害 PR 哎，没有，纯粹是那种好像粉丝的心情啊，就是哇我 at 到了哎这样子，然后过后不懂是怎样啦，就是有一部影片是好像那时有钟镇总一起演的啊，然后他就有问我要不要，他就有问我要不要一起参与，然后叫我明天就 send 那个 video 给他，就是，对，你记得吗？那个什么当 internet lag 的时候，完了喂。什么鬼啊，你就给我讲明天就要 send video 给我，然后我就哈哈要这样快啊，然后我就讲我只有手机哦可以吗，然后他那时没有这样 care， 他那时可以啊快点啊，而且是用那个 Facebook send 给他很 low solution 的，然后他就放进去了，他是一个先例啦，因为我就是因为他我才会看 YouTube， 所以不然我不会在这边没有错，应该你是最早期了的咯，我算是最早期的，如果你要讲网络的话啦，因为我不是 YouTube 啦，我是 blog， 其实我是因为 MapStory 影片要给人家知道，哎，我装备强哎，跟我买东西哎，我有可信度哎，所以我才把影片放在 YouTube， 我就当一个给人家看到影片的平台，就这样子。做 YouTube 应该是 copy 黄明志的那种 video，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一开始他启发我，因为他有 Don't Eat Stock Wax 开始在那边 talk 了，啊，过后我就觉得哎，我喜欢，记得放回去，播放回以前影片，啊，要放那个，以前要放哦，他放全部人的全部放的，很 cringe 哦。最近的市场啦，难受的价钱都在短短一个月哦上了好几。以前其实不会，但是就觉得哎好玩啊，哎真的要谢谢黄明志去启发我，过很多他的 sound effect， 我是在他的影片里面剪下来。哇，这样好热闹！因为我不知道去那里找这些，我不会，我不懂，就是那个 down 下来然后再剪。我就刚拿，我就看他整个影片，哦，我知道那一个声音背景音乐最少就是他没有在讲话，空的最干净，我给他剪下来，给我全部给他 save 下来。这个方法也聪明，就用 Windows Movie Maker 来剪哦，给我 subtitle 全部都是自己学放哦。不过一开始对着镜头什么都是很不顶的，但是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竞争。你做的那个系列的影片，就几乎没有竞争。那时候你进来的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进来了嘛，对不对？对，已经进了，但是他们所以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谁？华人的界里面还没有，没有，就你们四个，不多，真的印象中对没有。哇塞！然后后来Cody Hong出现了，对，后来Cody Hong出现了，跟你做一样的影片，对，做一样的东西，没有方向差不多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类型不多，我们都是看来看去。过后我也是因为看了他们拍短剧，我就哎，不如我也来学学看拍短剧，过后才拍了很多尴尬的短剧出来，欢迎你们来我的频道看我尴尬的短剧哦。来，我们来听一下恋池妹妹的经历，为什么会一开始会进入网红这一个行业？我觉得我跟这边大家都不太一样，大家好像都是 YouTube 开始，然后不过你也是网络吗？我是网络，我是 Facebook 开始，然后 Facebook 其实我会开始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社团叫做神马家，对，神马家族我有加入，对，里面都是帅哥美女，就是有一点颜值的人啊，有一点颜值的人，以前没有进，怪不得我没有进到啊，怪不得我们都没有进到啊，对不对？你们有进到神马家族吗？没有颜值，你有进到神马家族？没有，我也没有，只有宝贝跟少奇，少奇也没有啊。我是吵架的那个。哦、oh, ，OK。你吵架，反正应该你怎么不给我进？那个时候应该只有宝贝在里面，然后只有你们有颜值。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一起聚会，对，就是大家会约一个时间，然后全部人一起出来聚会。哇、wow, ，对，是决定要去聚会的。我们有一个有管管的，有一个啊，有一个管管，有一个管管 admin 啊，有一个 admin。设一个时间地点，然后大家出来聚会，这样他一讲样子全部都出来了啊！大家都排时间，真的很多人出来排时间，那个时候就出来。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高颜值人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引人注目嘛。那个时候我们聚会是在金河，金河哦，啊，金河苏梅旺，那时候是有什么fan pop 啦，什么对对对对，阳光美女什么什么阳光少男之类的，是那个 AT杂志的东西。你们出来一次会有多少个人？
很多，至少有十个吧。对，很多，至少十个，而且都打扮得非常的潮，就很夸张的那个年代的潮、啊就是，就是你走在路上都会有人看你的。那 OK， 如果譬如讲啊，我们是在群来一来的时候是大家认识大家的嘛？啊，网路上认识罢了。对，一开始 有聊天的啊，可能就是我跟你认识，他跟他认识，然后再出来这样子哦。然后后来我们就出来之后就拍照啊，然后这些照片就 post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Facebook。然后那个时候 Facebook 是刚开始有 subscriber， 对 follower 啊， follower 没有，那个时候是个人的，是 page 那时候没有 page，、啊、那时候是个人的哦，没有 page 的。对，然后他就有就是可以 follow 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因为这样子拍照，我们就交换了我们的粉丝，他的粉丝就是 follow 我，然后我的粉丝就 follow 他，然后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交换了粉丝之后，我们就一群一开始一起爆起来，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对，很奇怪。爆起来，你们的赞数可以去到多少？赞数那个时候好像有三十多千吧。对，我那时候很高，那时候在 Facebook 三四十千是很高的。对，其实我有注意到以前的 Facebook 给的曝光跟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以前举个例子换的嘛。对 ，algorithm 换。以前举个例子，你有一千粉嘛，对不对？嗯、你放样东西，以前可能有50%的人看得到，但是现在应该只剩5-10%罢了，甚至更低。所以现在跟以前比起来，现在从这一点呐、啊。网络比以前更难做，以前可能你就拍个照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曝光。Bernard 在主流媒体几年了？我是13年了，今年。我一入行的时候，那时候是我第一个节目就是拍 Astro 的摩托西克节目。我小时候有看。哇我小时候有看的，你们真有钱，家里有 Astro。我家没有 Astro， 没有钱。跟 Danny 啊 ，Danny 之前是我的。所以因为我现在他是Jolin的，一开始是导福报，有梗有梗。因为我是以导福报的 character 去，那时候我是没有主持经验，他就给我去，而且那时候我的华语是华语掺英文讲的，因为那时候是很流行，就讲说 A B C 那种 feel 的东西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潘玮柏也是起来，王力宏也红了一段子。哦，你有一点点那个 feel， 所以他们那是瘦的时候啊，你有一点点潘玮柏，有一点点潘玮柏，潘玮柏啦，潘玮柏。所以过后我们就拍主持了，刚好就是那时候我是做 accounts 哦。我做2年税务顾问的时候，我妈妈就讲 OK， 你去咯。所以我去做的时候，就做两个实习生之后呢，我讲 OK， 我不要做了，因为真的很辛苦拍那个节目，因为那时候是流行 reality。我还没有去拍第一集的时候呢，是全马来西亚人已经懂了这个节目了。他的宣传方式就是我先拍了宣传照、宣传影片，2个月前就开始打了。我是做 radio 广告去宣传我即将会去拍哦，就是还没有拍的。是，所以那时候很大，所以是做 reality。那时候我一出街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定要骑着摩托走？对，我全马就是真的是骑着摩托走。我每一天拍12个小时，因为 reality 上你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吗？我在，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不会讲话的，所以我在练习，一直练习哦，讲话咯。我试过一个我最糟糕的经验，我永远都记得到现在。我那个导演组哦，我在应该是黎明前面里，我要讲一个 point， 今天来到这里的讲一堆哦，是45秒的 script， 那时候是用卡带，你记得啊？哦，哇，有年代感。我讲那个45秒的东西啊，我整个45分钟的带子啊，我讲不到。可是要连续讲45秒，是很难的。我不会主持啊，我华语烂啊。我的那个导演，抓到酸了。多啊！他最后还讲什么？好了，算了，不要了。所以我今天拍什么，我一定要看我他逼我坐下来，你看你今天做什么东西。嗯，这个很难，很伤心，这个压力很大。所以我给我自己讲说，如果我做不好了这个习证的话，我是全马来西亚的校花，我一定要做好了。所以我就一天比一天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所以我的华语就一直学，一直学了。我学习最快的地方，但是那个节目就是因为它真，才收视率高，就好看，因为它真。如果跟主流媒体、跟我们网络现在比起来，我们网络容易很多。其实 content 台真的是没有差太远的，是人的 attention 是去了哪里？对。而且这个我们随时要看，怎样看，重复看，几十看在哪里都可以。上厕所那一个，你看一次就没有了啊、嗯！你要就是那个时间，你不可以去吃饭，你不可以去冲凉，你去吃饭、冲凉、大便、捞塞，你那个就 miss 掉了。来，所以少奇其实在这一行混了几久？我其实比他们更特殊吧，因为我是从阿妹这个选拔赛进来这个圈子，真正踏入这个圈子，所以我又是从一个素人，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又不会成绩又这样烂。可是以前公司是包装，让我们不可以讲成绩好不好这种东西，然后。你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对不起前公司，我把他成绩暴露出来。没有，不是自己PM暴露讲出来。对啊，因为我进来这个圈子就是走一个属于艺人的路线过去，所以变成我过后为什么会接触 YouTube 是很现实的，因为我要拉我的人气，因为我人气我不可能单单靠其他三个阿妹帮我冲上来嘛。但是现在你又说话了，不关我事，不一样，没有以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自己学怎样剪，自己学怎样 edit 所有东西，我就自己上 YouTube 学，没有人教我。然后不会的话，怎样下载那些东西啊？我就问公司的 editor， 他们就教我大概讲哦。可是拍出来过后，到现在我很多影片都关掉了。就不堪入目是吗？所以你对，就是自己觉得过不去自己的那一关，觉得那个品质没有很好，所以就关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跟他们不一样，是我是开 YouTube 是因为想要冲人气，然后想要比较多一些讨论度，然后可是在艺人这一边，我觉得太难走了，太难走了。所以来 Joshua 其实也是很早，其实我算是很早，我是 MSN Friendster 的时代的啦。我 Friendster 的时候呢，也不懂什么东西是网红还是什么，但是哦，我就有一种心态会想要看到自己的 follow 很高之类的，所以我有六个 Friendster account， 六个都满了。过后就有 Facebook 了咯。Facebook 的时候开十个 account， 没有啦，没有 Facebook 还是一个 account 罢了。And then 是在我 Form 3的时候，15岁的时候这样子就有了。因为 PMR 考完了嘛 ，PMR 的人呢考完了后是特别长的一个假期来的嘞，两三个月不用做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有自己 laptop，and then 就 discover 到了 YouTube。Discover YouTube 后呢，我就看到外国 YouTuber 叫 Ryan Higa， 相信你们应该也是吧。就看到这个 Ryan Higa， 就发现哇，很搞笑什么什么之类的。And then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也是来，我也蛮喜欢演之类的。我就想，不如自己拍自己演，就你明白吗？因为我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如果要去 Astro 什么什么那些，没有我的机会，对不对？因为有 Bernard 这样子的人才在那边顶住啊。对，我也不懂啊，怎样啦？那个时候啊，什么鬼阿贤人情味什么那种时代的，对，所以我会有一种心态，就觉得来，不可能有我份的啦，这种东西不如自己拍自己演。其实，在给婆访问会出之前呢，我也是有做过一个类似就是这样子剪接的影片，在教学，不是教学，我不是以前这么走的，以前就是剧情啊，没有，也不是剧情本。就是做好像给婆访问那种 concept 的，就是他讲一句你讲一句，对，不是在来我出给婆访问这个东西，是在 way back 那个时候呢 ，Facebook 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放裸照，哇是啊，真的，哎呀 ，and then 呢，大的话题每次都可以带到那边去了，那该是我玩了 Facebook 的第一年罢了，所以你把你的照片上去，不是，我要很多人 like， and then 就有一个男生。他拍影片骂那人，但是他把裸照读成客照。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有印象。而且人家拍客照管你什么事？人家拍客照什么什么？因为裸字很像客字，对，因为华语不好。对啊，应该也是很早头学的啦。也很可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效果又做到很成功。那个时候的网络很需要那一种奇葩的包装，你才会红。那一个时候其实到现在也是啊，还是有很多像姜律师这样奇葩的包装。但是毕竟这个网络的兴起哦，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里面其实也没有到超过10年啊，讲真的，因为你们是 OG 的话，对啊，真正起来真正活跃我觉得是最近3-4年前的事啊，真正活跃网络有一个难度的，因为你一去的时候呢，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个影片嘛，你4个礼拜就一个月就有4个影片了。我先不要讲它制作东西啦，但是跟传统媒体不一样哦，我一做一个 season 的话13集，13集啊，我可以在2个礼拜拍完的。是。过后呢，还是慢慢播，所以它有那个 opening and closing， 对，你就可以 expect 2个月没有看到它的东西了。对。但是在 YouTube 的话是站在 reality。还有的中间，对，而且有些东西你又不能太早拍，好像圣诞啊，你可以，难道你圣诞节12月，你要10月就拍咩？是啊，对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东西。没有啦，三星的假结婚也 play 了1年呢。啊，其实那个是 plan 了1年，那个准备给愚人节那个就还好，但是那个还好，我拍的时候还没有人拍，所以还蛮新鲜。过后拍好过后第2年，其实我看到台湾女人在拍啊，所以还好还好够早，因为现在网络的这个步伐很频密很快，你现在不做，等下你不适合再做，就是因为这个太过快的原因啊，反而让我找到一个路线是这样的，以前呢来我都是要靠来那个时候啊 virus 什么我就要踩脚下去嘛。后面那边我就了解了，其实找到你的定位更重要，是，对，在 in terms of 这些网络，很棒很棒。当你找到你的定位的时候，对，你不管你做什么，like, 你又喜欢做，你也不用去赶，你想要做才做，然后又有钱赚这样子。所以好了，
大概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了，也希望可以给你们听到一些你们没有听过我们背后的故事啊。如果你们想当 YouTuber， 你们大概也知道，哎，其实我们经历了不少，存活到今天，是有原因啊，大家都是靠颜值、靠努力熬过来的。输了我，颜值我靠 six pack， 没有那个是要努力哦，那个算是努力了，算是努力。所以这一集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想要听我们讲一些其他什么样的题目，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讲，也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大家。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